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男人厨房一加一的 Colin， 今天为大家示范的蚂蚁上树，不晓得你喜不喜欢呢？其实蚂蚁上树算是一道非常家常的料理，而且相信大家以前吃营养午餐的时候一定会吃到这道菜。做好它并没有太多的秘诀，它的味道主要来自于高汤，还有你的豆瓣酱。你只要准备好这两样东西，其实你整道菜的味道就不会差太多了。那在炒的过程中，记得一定要先把豆瓣酱放在锅中比较热的地方，先把它炒香了，再跟其他材料拌在一起。那这样子，你豆瓣的香气才会更加的凸显出来哦。那料理时候的高汤也可以因为你喜欢这个冬粉的口感而去做增减。比如说，如果你喜欢软一点，你就可以把高汤的量增加；那你喜欢有口感一点的，你就可以把汤的量稍微减少一点点。那最后，我们把汤汁稍微收干一下，这道料理就完成哦。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蚂蚁上树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不妨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